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幅作品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巧。首先拿出绣绷，将绣绷内外圈分开，先将螺丝拧松。绣绷这段里面有一个螺帽，大家切记不要将它弄丢了。将绣布放在内圈上面，将图案放在正中间，然后将外圈卡上去。一边拧紧螺丝，一边拉扯绣布。如果力气比较小，可以借助家里的螺丝刀或者钳子，直到将布完全绷紧为止。布绷得越平越紧，我们戳起来越容易。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使用戳针。戳针的外观有几种，主要分为可调节长度的和不可调节长度的。我们图纸上都有标注，默认用低档，如果用别的档位会在颜色旁边有特别标注。几种戳针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，把穿线器从戳针针尖穿向顶部，不带穿线器的可以用家里的细铁丝代替。将毛线穿进穿线器的线环里，拉动穿线器，把毛线带出来，再将毛线从针尖的孔里穿出去。使用戳针的时候，针尖的斜面始终朝前。戳一针，先将线头拉至背面，留出3至5厘米的线头。戳在布面的针距，每次是3至5个布孔。合适的长短会让作品看起来更有线条感，更流畅。戳针拔出来，向前移动的时候，针尖是一直贴着布面，这样戳出来整个作品表面都会非常平整。一般我们先戳小的色块，再戳大的色块。戳的时候，戳针顶部的毛线要始终放松，否则戳好的毛线会被带出来。一排结尾时，转动戳针，继续贴着上一排戳子，出入针是在上一排绣好的两针之间，看起来会更加的整齐有序。
取出一段剩余的毛线，穿在塑料针上，沿着布面边缘缩缝一圈，将多余的布料藏进里面。最后将两个线头系起来，就可以挂起来或者摆放在支架上作为装饰。有任何问题，请随时联系我们。